来。霸占强拆，这比文革还要严重。文革是逼迫我交了房产证，并没有拆我的房子。现在比过去还要严重，把我的房子彻底拆除了，连通知我都不通知我，是吧？那我做人的尊严，我的权利跑到哪儿去了？是什么人拿走了？并没有为了公共利益，是吧？他是赚巨额的房地产差价，给我的土地70块钱一平方米，他们翻回来卖10几万一平方米，是吧？这个能够做到平衡吗？所以我是要坚决斗争到底的。我希望广大的媒体和广大的群众来支持我这个行动，为了中国的法治，为了全社会的进步，为了这一切，是吧？我愿意献出自己的所有的力量，我也希望大家能支持我，是吧？希望媒体也能够广泛的报道，来促进我们国家法治的进步，是吧？促进国家依法治国，从上到下大家都要守法。我在我的活动里头没有一点违法的行为，也没有一点不合理不合法的这个举动，是吧？我今天安居乐业，要有居，是吧？要有业，我现在没有居，鸟有鸟，我兽有兽洞，是吧？我作为一个人，我没有栖息之地，那我必须来做这个工作，是吧？我就要把这个墙铲除，把我的棚子进去，这样城管就达到目的了，是吧？那关于保安、黑社会，他们会迫害我，这个我都想到了。他们可能利用车祸来撞我，他们可能利用什么棚子啊，各个地方给我设一些陷阱，但是我都能够考虑到这些问题，是吧？因为派出所刚才赵警官也说了，有任何问题你就报110，所以我说，那么你东城区你又是争取文明社区，你又是网格化管理，你又是随时在监控，但是开发商这些所作所为和街道办事处说话不算数，开了证明不兑现，这些行为究竟谁来监督的，谁来管制的，是吧？你让老百姓守法，但是你政府没有守法，你基层的这个街道办事处你说话不算数，证明开的写的明明白白的，盖的公章的，他现在都不露面，他所有的东西他都不兑现，城管就强制执行拆我的房子，是吧？这是一点法子。好的，王老师，了解您。赶紧录去吧。没事。这人兵好几个了，没关系。队长，那不是就来了。哎，我谢谢各位群众，咱们有觉悟和正宗，咱们不要妨碍交通，对吧？那您过来先说了吧。您说吧，您也不出警了，我们呢也踏踏实实回家了。我们回了家了，这社会就不和谐了吗？这个问题啊，单位啊，真的，哎呀，好啊，哦，所以说你不了解很多情况。这是街道办事处承认这个宅基地。没关系，他妨碍交通没关系。刚才是他在那。有他们人，是吧？他们。国家有规定，警察不介入，所以说拆迁问题我也跟你谈不着。哎，咱把那道闪开。对，咱们上他去。所以说呢，哎。人家是维持交通秩序的，不是，不让我砸墙，人家还同意咱们维权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警察还是公正的。别擦了，别擦了，公正啊！
让哎，就砍开这么点儿，大伙儿哎帮着往里一挪，这和谐了，就和谐了，就回家了，权力就维护了。我们就不能对他产生一点怀疑，不行，不能管人家毛病。走他怕你。宪法里定的，五四年宪法到现在，保护私人财产。他敢用钱把我们的家里的地和房给圈里了，你说他们得多胆大？这大清都不敢，是吧？我们买票就买一间房。知道什么情况？我这人就说实话，就这么一个特点，没别的特点。说实话，肚里有什么我就往外端，对不对？希望大家呢多多的批评，有错误的，哎。有错误您批评我，提高我提高觉悟，这就是觉悟，对对对，这就是觉悟，绝对对。对早看烟。其实这个问题啊，他不是城管管得了的，他为什么出来搞这个？对不对？这就是不言自明啊，他不是为了维护首都的这个古都风貌也好，这个整个的就是一个街道啊什么美观啊什么的，他就是一个拆尾来了，拆什么尾？拆我这个挡棚。国民党没赶上是吧？哎，我还真是到现在，这是第。我最深刻的毫无尊严，人呢就是说咱们老百姓有尊严，官员政府官员更应该有尊严，他们的尊严是王八蛋。不，哎，这我不敢，您怎么说啊？他这个别墅卖多少钱？$3,500一平米。他给这个拆迁走的人每平米162块钱人民币，您就比一比。原来我们这是平方院，他们现在盖起了五。好辈儿啊！别打住！哎，五栋楼，五层，它就是一个平房的五倍的这个地方。哎，你说他得。老百姓，中国老百姓多老实，给他们逼成这样，真的啊！在北大的，在我在中科院的，还有什么都在外头，那个不在这个院子里头。突然有一天，他们那个房地产公司啊，要拆了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他们就把那个住在里头的还没有搬走的房客，
都给了房子，就让他们迁走了。我们还不知道呢，他们就把我们房子拆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有那个产权本，房地产都有，但是他们那个房地产公司呢，就围着围起了墙，禁止我们进去。我们要回家也回不了。你这个事情没有人给你解决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因为找过很多人。这个20年，我们一直在维护。19年，这是我爱人。在法院已经立案，法院已经报上他8年多了，法院不受理，政府批评不管，就推，所以一直拖到现在，我们实在没办法了，我们来拆墙，我们想我们的原来的宅基地，我们都已经挖了。那是我们的宅基地，我们都已经挖出来了，我们的那个宅房子，结果他们现在又给填上了，又给填上了。所以，而且，我们弄了一个小房子，他们昨天晚上6点半来，6点半以后通知我们，说我们这是违章，我们要强拆，要在20号以前就给了我们5个小时的时间，让我们来拆这房子。我们现在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回来。昨天呢，你们这样做没有危险吗？有危险。有什么危险呢？有危险。我这后边的这些个保安，还有这一些个黑势力，还在后边呢。我都考虑到了，我们要决心做这个牺牲，也要争回自己做人的尊严和自己的权利。昨天6点3刻的时候，我正在小棚里坐的。城管来了5个人，4个男的，1个女的，开着一辆车下来了，说我们现在进行执法，给我让我接那个通知。我说我拒绝接受，让我签字，我没签，他就把那给我贴在墙上了，说你20号之前必须拆了这盆。我说我已经报案了，因为你们侵犯我的合法权益是刑事侦查，我已经立案了。我说我也给你们写了信了，在城管已经存案了。他说他不管，他只走他的拆迁的。只走这个强拆的程序，我说那我不接这个，我也没接。王老师啊，你不用说的这么详细，我想问您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这样讲，因为里边是我的土地，是我的合法财产，他不让我在外面待，原来他是砌了墙不让我进去，现在我把墙打开，我把我的房子放在里边，就合理合法了。我现在要求派出所来保证我的安全，我有居住在我自己宅基地上的权利，是吧？我让派出所，如果我有发生危险，我就报112。他说派出所要保证我的安全，因为现在社会上实在是太不安全了，这个开发商操纵黑社会和黑势力无所不作。如果国家是太平的，国务院就不会三令五申的往下面发文件，就是因为这些黑恶势力为了钱，为了一切，可以不择手段，可以不要良心，没有道德，是吧？在他们的血液里头没有一点道德，只有钱，只有兽性。所以我要争回自己做人的尊严，我要回到我的宅基地上。上课给我开了一个强拆通知，所以我不得不走这样的一个途径。我要用这个我自己的，要维护我自己的合法权益，我只能砸开一个门，把我的房子放进去，是吧？当然这是冒很大的风险，有可能生命都没有保证，因为开发商为了钱，那杀人放火不是从我开始的，说国内报道的已经相当的多了，就是昨天还有这个大同和广西好几个地方在违法拆迁，在做一些个非法的活动，杀人放火都有，所以我是想到了，但是我为了整个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，推动中国法律的进程，是吧？我们国家要进入法治社会。要让人民生活的安定，是吧？要和谐社会，那我愿意坚持，我也愿意做出牺牲来保护我的权利，保护广大老百姓的权利，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，是吧？让我们国家能够实行法治社会。现在是光上面说，底下拒绝执行，没有一个基层部门是按法办事的，是吧？这里边全是黑幕，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，牺牲的都是老百姓。是在解决问题上是毫无办法。中国的这个体制是没有这个人大代表是不管这些事情的，是吧？所以我只能靠着我自己。那也就是说，我要用实际行动来维护合法权益，那我就不能放弃一切，是吧？我要讨回我做人的尊严，因为我是受宪法保护。